是谁好大的狗胆，敢闯本王的寝殿！我也息怒，今日宫内有刺客行凶未遂，说是往王爷府内方向逃走了。奴才也是奉圣上口谕前来寻找刺客，找刺客找到本王这儿来了，还不赶紧滚！是，奴才这就退下。 对不起，刚刚我别走。别动！奇怪，萧彻这次见血，为何秦谷没有发作？王爷不必道歉，当初我误以为王爷是凶手，错给王爷下了秦谷。 理应为此事负责。王爷伤势严重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去，见血非俗。 一番造化，是属于我们。情投意合者之吻，方可解此。我来帮你。 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忍一下。没事，这点小伤，早就习惯了。黄梦里又出现。 你的模样，借着月光望向你脸庞，最后一次阳光，天亮后就收场，想念在心中翻滚的发了烫。 我们是游离在指缝间，一缕缕烟尘，进一步退一步都没有可能。月皎颤一瞬，随风在空气中扎根。所以你选择了放开手，吹散了烟尘，填补了有些遗憾过程，只有回忆。 是属于我们。红梦里又出现你的模样。
安然无恙，仿佛未来很长。停止那些时光，不顾及的生长。之前大夫输得严重，我还以为你这条胳膊保不住了，没想到在我精心的照顾之下，恢复的还挺快的。说不定我也有悬壶济世的天赋，改天我去找个太医来学一学，也许我也能成为一代名医呢。都听着，好看。越纠缠越深，随风在空气中扎根。所以你选择了放开手，吹散了眼神。我今日为何受伤？这伤口。只有回忆，看起来和七年前有点相似，我们都很难愈合。这种伤口，只有无情派的利器才能形成。七年前，我去云南赈灾之时，传来父亲病危的消息。我在赶回京城的路上，遭到无情派的劫杀，身负重伤，被你救下。等我赶回皇宫之时，萧默已经控制了整个皇宫，我连父皇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更想不到的是，待我再见到你时，你已是我的皇嫂。王爷伤势严重，我再去惊血草原。混账，连一个鲶鱼狗血的公公都抓不到，不是说没有无情派杀不了的人吗？圣上息怒，龙体要紧，来人武功高超，基本都是一刀毙命，等奴才赶到时早已空无一人，但客栈内滴有血迹，此人受了伤，想必跑不了多远，只是能够躲得过无情派的刀剑，在这京城只有端王一人。哼，赶紧带人去端王府探个究竟。是。好高啊！飞啊！大宝，好高！哟啊！大宝，大宝！大宝，姐姐，大宝就知道姐姐一定不会丢下大宝的。姐姐，你是从天上回来的吗？大宝，你是怎么认出姐姐的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我说你是姐姐，你就是姐姐。三，这可能就是一母同胞的原因吧。姐姐，你能陪大宝一起放纸鸢吗？好，你慢点啊。哦，
我见你昨日醉酒，许是心情不好，所以私自让大宝进府。你不会生气吧？还得感谢王爷，以臣妾现在的身份，想见大宝一面实属不易。只是大宝这样偷偷来王府，若被别人看到，解释不清，只怕会落得一身麻烦。这个你放心，我已经遣散了下人，没有人知道大宝进府，你的身份也不会被猜疑。姐姐姐姐，快过来快过来。好。来。来。哦、姐姐。飞喽。大宝。姐姐。你又出现你的模样。安然无恙，仿佛未来很长。停止那些时光，大宝，你看，无忌的生长。你看，随风轻扬，夜晚最嚣张。我们是游离在指缝间，一缕缕烟尘，进一步退一步都没有可能，越纠缠越深，随风在空气中扎根。所以你选择了放开手，吹散了烟尘，填补了有些遗憾过程，只有回忆是属于我们。回忆的痕困住了我们。好了。王爷，吴钦白查到了长公的下落。王爷忙去便是，一会儿我送大宝回去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嗯，王爷放心。大宝，你一定要记住姐姐的话，任何人问你都不要说今日来了王府见了姐姐，听到没？大宝知道了，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姐姐？嗯，快了，去吧。哦，说过说过。哎呀，你这个毛孩子啊，又跑哪儿疯玩那天啊？今天街上特别热闹，我去吃糖葫芦去了。哟，走，回芙蓉山。嗯、哦，叔父，大宝，我们很快就能相认了。呀、啊！郑公公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赶紧撤。走。这么多时日，想必那个锦盒箱门也已经打开，得再想想办法进宫了。是，是我。
糟了，蛊毒！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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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过来！求你了，别过来！公公，王爷和王妃都已经休息了，您真的不能进去。大胆贱婢，胆敢阻挡老夫！公公，公公，您真的不能进去。端王府不会是藏了什么人吧？滚开！怎么回事？别怕，别说话。是谁好大的狗胆，敢闯本王的寝殿？王爷息怒，今日宫内有刺客行凶未遂，说是往王爷府内方向逃走了。奴才也是奉圣上口谕前来寻找刺客。找刺客找到本王这儿来了，还不赶紧滚！是，奴才这就退下。对不起，刚刚我别走啊，别动。奇怪，萧彻这次见血为何情骨没有发作？王爷不必道歉，当初我误以为王爷是凶手，错给王爷下了情蛊，理应为此事负责。我们是游离在指缝间，一缕缕烟尘。王爷伤势严重，先好好休息吧。都没有可能，月像柴叶深邃，放在空气中扎根。所以你选择了放开手，去看了烟尘，见血分明，心里也有一份憎恨，是属于我们。情投意合者之吻，我们是游离在指缝间，一缕缕烟尘，填补了有些遗憾过程，只有回忆是属于我们。圣上，奴才去关王府探查到，端王确实有受伤的迹象，可以推断救走张公公的人应该是端王。奴才还看见，什么？
你说他们千真万确，奴才亲眼所见。好你个江锦鲤，圣上，若遗诏真在张公公手中，恐怕现如今已落入端王之手，不如借用王皇后一事来他可一举两得。谋害皇后那可是掉脑袋的死罪，皇后娘娘的贴身丫鬟花间不是还在吗？萧彻，朕倒要让你看看这天下到底是谁在做主。你是说他们追杀张公公一事不仅仅是为了杀人灭口，而是为了拿到遗诏？对，张公公亲口所言，若不是活捉，想必早已死在吴清白手中了。难怪当年萧魔拼命阻拦，不让我见父皇最后一面。父皇驾崩以后，留下一份遗诏，传位给二皇子萧魔。当时曾有朝臣出来质疑这份遗诏的真假，只不过萧魔以雷霆手段血洗一番，从此以后再也无人提及此事。原来萧魔让我找锦河，实则是在寻找真遗诏，他怀疑遗诏在端王手中，所以安插江锦离在身边。好一个篡位登基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来，先唱歌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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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热点来了，今日热点来了。我也要演啊！啊，哎呦，这种事儿，还说是我真的演，是真的。真的假的？千真万确，现在整个御膳房都传开了。你听说了吗？当今圣上是假的，别乱说，被听见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。但是我听说，嘘。哦，娘娘饶命！哦，娘娘饶命！只要你按照本宫说的去办，本宫定会饶你一命，不然本宫定会日日来寻你，好让你生不如死。圣上是假的，遗诏是假的，端王爷才是真皇上。圣上是假的，遗诏是假的，端王爷才是真圣上。真圣上，端王爷才是真圣上。宣端王妃觐见。终于是沉不住气了。奴才告退。圣上，江锦鲤，你好大的胆子，胆敢和萧彻一起玩弄朕，你知不知道欺君？圣上，灵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我看错了人，交错了心，圣上不信臣妾，这条命拿去便是。听说你在府中与那端王恩爱非常，不像演戏，道似真情。真后悔了，真后悔把你送给萧彻。圣上怀疑臣妾，臣妾是为了圣上才嫁给端王的。臣妾日夜忍受他的屈辱，昨夜不知道他突然发了什么疯，上一秒还横眉冷对，下秒就突然兽性大发。要不是梁公公来得及时，臣妾就要被……灵儿，你受委屈了。那萧彻真是阳奉阴违，挑拨离间。那他应该是对你早有防备。难怪你给朕的锦盒当中只有西域进贡的盐谷。什么？
那看来臣妾怕是暴露了，难怪圣上会怀疑臣妾。既然如此，朕另寻他法。你回到朕身边好不好，灵儿？三二一，小母，你中天蚕蛊毒一身，终不忍的，这是对你的报应。圣上今日政务繁忙，惹得龙体欠安，您先好生休息，臣妾改日再来。灵儿，朕如今有个事儿，心中烦闷不已。圣上乃九五至尊，受天下万民敬仰，有什么事能让您烦忧啊？朕虽在万人之上，但也日日殚精竭虑，朝中诸事繁杂，朕劳心劳力。朕的知己只有你，可我为了江山社稷，不能将你留在身边。圣上有什么烦心事，不妨说给臣妾听听。即便臣妾愚笨帮不上您，但是您说出来，心里也好受些。你嫁给萧彻，受了诸多委屈，为了取得景和。不惜显身假戏真做，着实为朕做了很多。可你也知道，萧彻觊觎朕的皇位，这些年明争暗斗与朕作对，朕念在兄弟之情，一再容忍。可他却不念朕的恩情，仗着朕的宽容，越发不守本分。如今宫里宫外谣言四起，传先帝还有一份遗诏，是传给萧彻的。想来也是他在背后指使，妖言惑众。端王辜负了圣上的一片苦心，臣妾看在眼里，心里也是万分的心疼。臣妾只恨自己无能，不能替圣上分忧。若有什么臣妾能帮得上的，即便是赴汤蹈火，臣妾也心甘情愿。倒真有一事。何事？也并非什么难事。只要你当场指认端王，说是受他的胁迫，意外害死王皇后。先帝病危时，王太傅和你爹共同替先帝草拟诏书，朕才得以继承帝位。端王早就恨极了江家和王家。王皇后执掌中宫，自然是他的眼中钉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岂不是会连累到我们江氏一门？这个你不必担心，朕自然知道你江家对朕的忠心。等萧彻倒台后，朕便送你去城外的大昭寺住上几个月，等风头过了，朕再派人接你回来。入住中宫，封你为后。有你这位入住中宫的江皇后，江家的荣华富贵更胜今日，你也会成为江家满门的荣耀。
只要能替圣上分忧，臣妾自然会按照圣上的吩咐去做。小魔，好个祸水东隐，如此便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圣上，好你个江经理，当真是不知羞耻。起初听人说我还不信，先皇后效期未过，你就敢凭借一两分姿色行如此阿杂之事。哼，多亏王妃照料有加，王爷才能痊愈得如此之快。本王是该好好去感谢一下王妃。这味道，王爷，属下近日听闻王妃入宫，但好似圣上并未传召。真是不要命了。你干什么？萧晨，你疯了。我是疯了，但远不如你。这是什么？大风吹呀，吹动着你的背影后退。既然王爷已经看到了，那还要我说什么？正如王爷所见，这是紫荆花粉，长期吸入就会加重萧默的哮喘，让他折磨于病痛，直至死去。你知不知道，紫荆花粉对你来说也是致命的伤害。萧默防备心重，若突然暴毙，只会引得各方揣测，举国动荡。对你我而言，这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一个萧默而已，值得你拿命换吗？生死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。你是留不住的人，却又放不下。你困住我的缘分，困住我的遗忘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再死一次又何妨？你我终究不过走了个多长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，从今以后。困住我的城望，你呼吸的风凉，叫醒人来人往，也许还未能算上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的命是本王救回来的，就算你把自己的命视为草芥，也得经过本王同意。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你不准离开王府半步。小芷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可我如今不过是苟且偷生，为了复仇赌上了所有。
所以我不能放弃，也别无所求。各自挣扎，伤人的话难念回家，你是留不住的人，却又放不下。你困住我的缘分，困住我的遗忘，你一眼我便慌张，自不觉的荒唐。你我终究不过走了个过场。你困住我的欲望，困住我的成望，一呼一吸的风凉，叫醒人来人往，也许还未能散场，在这人海茫茫。我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不受到伤害？开始的我们一字一句不曾有谎话，后来用谎言将各自挣扎，伤人的话难免回家，你是留不住的人，却又放不下。你困住我的远方，困住我的遗忘，你一眼我便慌张，自不觉的荒唐。你我终究不过走了个过场。你困住我的欲望，困住我的成望，一呼一吸的荒凉，叫醒人来人往，也许还未能散场，在这人海茫茫。你困住我的远方，困住我的欲望，你眼我便慌张，自不觉的荒唐。你我终究不过走了个过场。我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，想要凭借满腔仇恨撕破黑暗，却从未回头。看见背后的这道身影，殊不知你的痛苦也并不比我少。王云慈，你自幼饱读诗书，理应明白恩怨须分明，萧默的仇要报，萧彻的恩也要还，当务之急得赶紧告知王爷所面临的险情。王妃。进。王妃。怎么了？王爷病了，昏迷不醒，一直在叫您的名字。快去看看。你怎么了？你说呀。圣上派人接您入宫，可王爷昨夜才刚刚交代过，让您哪儿都不准去。往日都是梁公公带着口谕来，今日怎么换人了？公公今日有事，王妃随我来便是。不对，你不是圣上的人，你是谁？子儿，子儿，王爷，您怎么了？王妃呢？圣上派人召王妃入宫，王妃一早就去了，至今还未回府。放肆！我让你看好王妃，不准她离开王府半步。你。王爷，没有圣上口谕，您不能私自入宫。王爷，您的鞋。醒了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私榜当朝王妃，此事若被端王知道，你必定死路一条。端王，哼，
恐怕端王找遍整个皇宫也找不着这。况且没有圣上口谕，端王又怎能进入这深宫之中呢？传言你和端王本就生分，你还痴心妄想着指望端王来救你，做梦吧你！你好大的胆子，自到临头了还这么嘴硬，你就乖乖的在这等死吧！你给我老实点！来人！你就省点力气吧，就算你喊破喉咙，都不会有人来的。老奴我用针几十年，还有拿针在皮肤和血肉之间丢幻蝶穴，王妃可要一试。好你个贱骨头，不给你上点绝活，你是不会乖乖听我话的。尝过吗？要不要尝一尝滴辣的滋味？哎呦！究竟是谁非要置我于死地？想知道是谁呀？还在磨叽什么呢？给他个痛快，本宫可没有那么多的耐心。娘娘，是你。青云，找到了吗？禀王爷，还没有找到。属下得知今日圣上并未召见王妃，王妃入宫后便销声匿迹了。我与贤妃娘娘无冤无仇，娘娘为何非要置我于死地？端王若是发现我至今未归，定会入宫寻我。这事捅到圣上面前，娘娘又当如何？你好个牙尖嘴利的小贱人，怪不得能仗着几分姿色，把端王和圣上同时哄得团团转。哼，你倒是提醒本宫了，我得想个两全的法子，才不会有人为难本宫。把他的衣服撕了。我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干我。你说当朝王妃与侍卫通奸，被贤良淑德的贤妃赐予鹤顶红，如何呀？贤妃娘娘，我本是钟情于端王殿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并不是有意要攀附圣上，而是他强迫于我。一派胡言！当今圣上后宫佳丽万千，难不成只因你有三分裤子王皇后而抬爱于你？笑话！嬷嬷，还不赶快动手！不要！不要！怎么样？雪又落下，没事吧？偏偏都关于你啊，融化在我的脸颊，尘泪流下。开始的我们一字一句不曾有谎话，后来人谎言将各自挣扎，伤人的话难免会假，你是留不住但却又放不下，你困住我的欲望，困住我的展望，一呼一吸的荒凉，找新人来人往，也许还未能散场，在这人海茫茫。
贤妃，你居然敢动用私刑，是不想活了吗？王爷，别杀他，那毒药是假的。上次他替大宝求情，我欠他一次，这次还他。本王今夜看在王妃的面子上，姑且饶你一命。但你给我听好了，若有下一次，本王定将你碎尸万段。贤妃，他不值得。等我一下。别动，你身上的针孔需要及时处理。梦里又出现你的模样，借着月光望向你脸庞，最后一次佯装，天亮后就梳妆，会有些痛，想念在心翻滚不发了烫。我们是游离在指缝间，一缕缕烟尘，进一步退一步都没有可能，越纠缠越深，随风在空气中扎根。所以你选择了放开手，吹散了烟尘，填补了有些遗憾过程，只有回忆是属于我们。好了，此药能缓解你的疼痛，你好生休养。我们王爷，王爷，来人啊，来人啊！你醒了。王爷，你醒了。你怎么会在本王这里啊？你身上还有伤，赶紧回去休息。王爷，这是王妃的房间，王妃知道您昨日在她门前淋了一夜雨，又奋不顾身的进宫救她，衣不解带的照顾了您一宿呢。既然您醒了，那属下扶您回去，让王妃好好休息。怎么了？啊，王爷，您的袍子。进。你怎么出来走动了？你身上有伤，还需多休息。
我的身子不碍事，昨日多谢王爷救命之恩，从前是我欠考虑，那又只是……你干什么？萧彻，你疯了！萧彻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那日是我没控制好情绪。王爷不必放在心上，我今日来是有一件要事要告知王爷。几日前圣上宣我进宫，要我在你府上寻找一找。端王得了一件宝贝，藏在一个锦盒中，你去替朕取来。近日他要我当场指证，我是在你的指使下杀死的王皇后。只要你当场指认端王，说是受他的胁迫意外害死王皇后。萧默眼见遗诏迟迟未能找出，便想给我安上一个谋害皇后的罪名。如此，遗诏便再也不能对他构成威胁。可此事一旦让萧默坐实，便是死罪，王爷切不可掉以轻心。先皇在辩证之时，曾召见江首府和王太傅一起草拟了诏书，明确传位于本王。后来萧默收买了江首府，篡改遗诏登记，王太傅又突然暴毙。遗诏在何处，无人知晓。如此说来，当年我父亲的死另有蹊跷。王爷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次儿，你放心，我定会还这个世界和王家一个公道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真遗诏，谁先拿到谁便占上风。既然当时我父亲和江首府同时在场，或许江王两家能找到些许线索。皇后，今日是你的二期，朕来看你了。圣上，圣上受惊了，不如早些歇息吧。你先下去吧，朕有话要对皇后说。是。皇后，你放心，朕怕是送江经理来给你陪葬。拜见父亲大人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父亲，女儿今日前来是有要事相告，关于王皇后的死并非意外，事关江家满门。孽障！王皇后的死是否与你有关？是，但此事的幕后主使是圣上，是圣上有意要害死王皇后，女儿一时糊涂受他蒙蔽，才收买了皇后娘娘身边的婢女花间。圣上要除掉王皇后？圣上表面上对王皇后很好，背地里却给她下伤药。圣上不愿意留有王室血脉的子嗣。一派胡言！端王，小女若是被刑部和大理寺查出确凿的证据，那受牵连的不光是江家，还有端王您。她已嫁与本王为妃，一切后果本王与他一起承担。父亲，萧默心中顾忌江王两家，更忌惮端王，所以唆使女儿害死皇后嫁祸给王爷，圣上此举便可将所有人一网打尽，永绝后患。江家和王爷是一条船上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女儿此次前来是为了自己，更是为了江家谋一条生路。那以王爷来看，眼下该当如何？本王有一个问题想要向大人求证。当年父皇病危之时，召见大人和太傅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父亲，如今形势逼人，若事情败露，江家很难独善其身，萧默必定会舍弃女儿保全自己。谋害皇后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圣上他果真心狠，
当年先帝病重，让王太傅与臣拟了传位的诏书，将皇位传给三皇子端王。萧默他知道王太傅为人耿直，不肯就范，就暗中下了毒。臣被圣上胁迫，不得已在金銮殿上宣读了假诏书。这些年，臣寝食难安，夜不能寐，只觉得愧对于先帝，也愧对王爷。现在，臣别无他求，只求江家能够平安无事。日后，王爷若有用得着臣之处，臣定当竭尽所能。本王向你承诺，本王在，江家在。父亲，那你手中可有真诏书的线索？现在只有找到真遗诏，才能化解困境。你们这是要谋逆？若稍有差池，便是万劫不复啊！谋逆。近年来萧默行事专横，民怨四起，引起朝中众多大臣不满。我不过是拨乱反正罢了。大人不凡，获罪九族，将是满门朝臣。大人反，由朝臣变成国丈，将是一族满门荣耀。可臣万万不敢欺瞒王爷，这遗诏之事，臣实在不知啊。宣，端王、端王妃觐见。奴婢有罪，奴婢有罪。奴婢不敢收端王妃的贿赂，害死王后娘娘，对不起，奴婢有罪，奴婢罪该万死。启禀圣上，商议局已指认化间，这些棉花是从皇后娘娘烧毁的礼服中拆出，证据完整。哎呦，原来是他！这些植物插入这江景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皇后一向待你不薄，你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说，黑虎是何人指使？是端王。你说什么？你别血口喷人。萧彻，你心思狭隘，心狠手辣，因记恨王家几次对我动用私刑，逼我害死皇后。萧彻，你还敢否认？不，骗子，骗子，你们都是骗子。是我愧对王皇后，沉重的双手是。这西域猛药一旦服下，不出一炷香，便会毒发身亡，当场暴毙。哪怕花间想倒戈，也说不出话。萧默，没想到你竟然对花间下如此毒手。太可惜了，那应该如何处置他呀？这下如此毒手。端王，你威胁臣替你隐瞒真相，如今要杀多少人才肯罢休？你说什么？臣查出齐虎园是端王进献的贺礼，其中掺入了大量黄磷，导致凤栖宫走水。一派胡言！圣上，此事蹊跷，还请明鉴。人证物证俱在，来人，将端王押入大牢，端王妃禁足冷宫，永不得出入。圣上，放开我！圣上明察。放开！放开我！
竟敢这样对本宫，放我出去！我要见圣上，圣上，我明明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出尔反尔，把我关在这种鬼地方？丽儿，这段时间委屈你了，不过你放心，等今晚萧彻认罪，明日武师斩首后，朕便会立刻履行对你的承诺，送你出城。可是鬼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，我要走。你听话，朕保证这中宫之位很快就是你的。好，圣上把臣妾需要的东西都送来。好，看好江经理，若他无理取闹，不必客气，等解决完萧彻和江家便送他上路。是，奴才明白。端王萧彻，你唆使端王妃与侍女花间内外勾结，导致凤熙宫走水，皇后丧命，宫人身亡，你可知罪？你也配？你不过是萧默的一条走狗罢了。是啊，我这等小人物又亲自审讯王爷的意见。如此说，当年我父亲死得另有蹊跷。王爷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我有个法子。我们将计就计，我承认是我害死的王皇后，你与我撇清关系。不，不可。萧默答应过我会保我平安，王爷不必担心。你若不指认我，他不会放过你。你按照他说的做，我自有办法。王爷有何计划？王爷若不将计划告知于我，我定不会指认王爷。月下行动涉及机密，我不便透露，只不过那天我必须待在牢中，你好好保护自己，若有危险，次日天亮会派人救你出去。次儿，你放心，我定会还这个世界和王家一个公道。等不到明日了，今日我必须要赌一把。贤妃娘娘，快走！等一下，还要想请贤妃帮个忙。江景离，你不要得寸进尺。大人，陛下召您过去。
冥顽不灵。再给他上点手段，留口气便罢。来人，给我看紧了。是。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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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来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快走。小某明日午时就要将你斩首，我现在立刻救你出去。不，慈儿，你听我说。这也是月下行动中的一环。今夜我必须待在牢中，牵制住小某的注意力。这样安营卫才能以最小的伤亡完成宫内人员更迭。你疯了吗？你现在还身缠蛊毒，若你此时不走，明日该如何逃脱？听我说，蛊毒已解，你相信我，明日安营卫完成人员更迭，青衣会故意制造乱局，趁机救我出去。王爷可有把握？放心，你离开以后，青衣会送你去西郊别院，明日我定会来找你。快走，快。圣上，王爷打死也不招，微臣已实施了多层酷刑，如今他是绝对逃不出您的手掌心了。萧彻曾带兵出征多年，肉体之苦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？看来朕得亲自去会一会这个皇帝。阿彻，别用这种眼神看着皇兄，皇兄不喜欢。皇兄，你也配这个职务？我不配！我从小受父皇冷，母妃因此备受刁难，从此我便知道要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手中。小魔，我不是你兄弟。我最后悔的事便是看走了眼七年前把病权拱手相让。闭嘴！既无兄弟之情，那朕也不必手下留情了。对，就是这副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的模样，这就是要把你踩在脚底。年纪尘埃里，小魔，你永远只能用这种最低劣的手段满足你的虚伪的幻想。低劣？你倒是高傲，可是你越这样，朕就越兴奋，越想把你踩在脚下，让你所求通通不得，心爱之人皇权地位通通如此。小莫，本王此生顶天立地，绝不向无德之人臣服。萧彻，朕明日便送你去见父皇。还好撤得及时，要是被圣上抓住，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。今日多谢贤妃出手相助，来日若有用得到我的地方，一定在所不辞。我孟家从不喜欢欠人，
那日你救了我，今日也算是两清了。端王认罪，明日一早游街示众，午时斩首。是。圣上，端王被跑了。夫人，圣上，端王妃暗中挟持贤妃出宫，宫人们不敢声张，现如今已不知所踪。全城搜捕，一旦抓到就地处决。是。王妃，是我。走，快跟我走。王妃，此处位置隐蔽，官兵不会找来，王妃也不必担心王爷，属下以性命担保，只要属下在，王妃就绝不会有事。跑步走。圣上谕旨，端王萧彻罪大恶极，残害皇后，意图谋反，今日游街示众，午时城门斩首，以儆效尤。萧彻，我倒要让你看看，谁才是这万里江山的主人。他突然问斩了，突然问斩了，怎么问的？你们快走，给我杀。小魔没想到最初我们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你们快走，给我追。王爷小心，慢点。
宫内人员更迭如何？王爷放心，已换五常。还请王妃照顾好王爷，属下这就去寻大夫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疼不疼？子儿，放心，我没事。王爷，王爷，怎么这么凉啊？别醒醒，你醒醒，这辆车你给我订好了，我不许你死，你倒没有，你给我坚持着。一定要坚持住！一群废物，苏哲把三儿都提头来见。圣上，圣上息怒，奴才已经派人全城搜捕，没想到端王竟真养了私兵。江锦丽，你竟敢背叛朕！好。朕成全你们，黄泉路上让你们俩做对恩爱夫妻。速速通知无情派，只要他俩出现就地处决。是啊，进来吧。是圣上消消气，天凉了，底下的人难免会倦怠些。朕找你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若不是你无能，江锦离能逃，端王能逃吗？要不是倚仗着你的兄长，你以为你现在还能活着？蠢货！果然，在这圣宫中，没有血才能苟活一世。小彻，大夫，大夫快！大夫，他为何还不醒？你快看看，王爷伤势过重，且失温太久，就算是恢复了意识，一时也难以醒来。那该如何？我不能让他出事，你快说呀！需要一定量的西域红花散镇静，可这味药只有皇宫才有，在下无能为力。王家早年行医，被御赐过不少奇缺药材，我知道一个地方有。青衣，你跟我去取。是。你要开面纱看看。快！等等，启禀圣上。城门街道等各处交通要塞均已设卡，城内各大医行药馆也都派人盯着，目前没有发现。废物，都是干什么吃的？给城中各统领发话，三日之内抓不到人，身上这件衣服统统都扒了。是。是什么？不知为何，朕今日总觉得浑身无力，深感疲惫吧。端王一事，圣上日夜操劳，
奴才这就让膳食局为您熬制些补品来。不好，快来帮忙！纱布，给西域红花伞，快，快呀！纱布，快呀！幸好你们带回了西域红花伞，王爷暂且保住了一命，还需要好好静养，切不可再牵动伤口啊。小车，小车，青叶，你回屋休息吧，今夜我守着。你也几日没合眼了，今夜还是我来守吧，等王爷醒了我便去叫你。我希望王爷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去吧。王爷，王爷，是我。你快醒来好不好？你快醒来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只要你醒来。王爷醒了吗？王妃，我来给王爷梳洗，您快去歇息吧。王爷醒来见您这样，也会担心的。好。王爷，王爷，您先别睁眼。王妃昨晚在这儿守了一夜，说想您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他，属下这就去叫他。您再等等啊。王妃，王爷醒了。王爷。
醒了。大风吹啊，吹动着你的背影后退。对不起，我压到你伤口了。等不够勇气就先撤回。雪又落下，偏偏都关于你啊，融化在我的脸颊，尘泪流下。开始的我们一字一句不曾有谎话，后来让谎言将各自挣扎。感觉好点了吗？承诺的话难免会假，你是留不住的人，却又放不下。你困住我的缘分，困住我的遗忘，你一眼我便慌张，自不觉的荒唐。你我终究不过走了个过场。你困住我的欲望，困住我的成王，一呼吸的荒凉，找新人来人往，也许还未能散场，在这人海茫茫。何燕昏迷了三天三夜，现在外面局势严峻，萧默已经完全不顾及皇室的颜面，正在全城搜捕我们，行动粗鲁，民怨渐起。当务之急，得赶快找到甄议长。我想，萧默如此大动干戈，应该也是想借此机会寻找甄议长，或许叔父哪能找到线索。你的意思是，找王阁老帮忙？嗯。不过不急于一时，眼下你的伤最重要。大夫说你的伤刚刚痊愈，要多喝点姜汤。来。这是姜汤？是啊，这就是姜汤啊。别动。啊，我是说有点甜。萧彻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信我们。是游离在此房间，一缕缕烟尘，进一步退一步都没有可能。月交差与玄随放在空气中扎根，所以你选择了放开手，吹散了烟尘，填补了有些遗憾过程。只有回忆是属于我们。王爷，你的伤还没有痊愈，需要好好休息。王爷的伤势果然是痊愈了。王爷，最近从城中逃离的百姓越来越多，城中的侍卫狐假虎威，将圣上的怒火全都转嫁到了百姓身上。是时候该回去了。王爷可想好了，
若拿不到诏书，便会顶着谋逆的罪名，受一辈子的冤屈和辱骂。我意已决。青衣，召集军队城外驻守，我与王妃即刻进城。